走了。你们是不是欺负我这个摄影师啊？你们十秒钟找到，不然我就走。一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艾罗是光头怪太极，所以他的爸爸是奥特之父，妈妈就是奥特之母。还在那里摆什么 pose？ 赶紧让他们过去。银河和泰罗什么关系啊？银河和泰，我呸！